调阅相关监视录影系统，过滤发现一名秘密关键的关系人，为该名关系人因另案神隐多日。本案经检察官指示，迅速动员追缉，并运用科技侦查，锁定杜姓男子于桃园地区活动，经多方数位侦测与探寻，杜男自知法网难逃，于今19日12时20分主动联系警方到案。经警询问确认为事发汽车旅馆及彰化医院之送医男子无误，杜男因另涉非价业务伤害及妨碍病役条例通缉，讯问后依法解送彰化地检署归案。